去了。我女儿啊，32岁，独生女，是美院毕业的高材生，有房有车，学区房，是高级画廊的经纪人。哎呦，我女儿的气质啊，不晓得有多好呢。我还有一个小外孙女。您是说你女儿离异？对的。啊，还带个孩子？对的。我在这坐了这么半天了，也没人理我呀。我也征婚给我儿子。啊，阿姨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儿子今年33岁，身高1.80米，品貌端正，高大帅气，互联网大厂总监，离异有房。我跟他爸爸两个人都有退休金。我儿子呢也有一个女儿，但是呢我跟他爸可以给带呀。阿姨不好意思，视频一下啊。哟，阿姨您看，我刚就注意到您了，咱们俩一个一个来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小魏啊，红枣银耳莲子汤呀。好的。你们刚才说我儿子条件那么好，这么好的条件还要入这会员吗？哎呀，是被他当年这结婚的彩礼都高了。现在知道自己占多大便宜了吧？我说阿姨，就是因为您儿子条件太好了，我们这个贵宾尊享会员服务呀最适合他了。您想想啊，以他这么好的条件，我们得安排他见多少人啊，是不是？这凡是来应征的，这年龄、婚史、有没有犯罪记录、有没有生育能力，这些是客户不好开口问的，我们给把关呀，我们给一一筛选过了，你们呢就挑你们喜欢的就成了。那倒是。阿姨，我跟你说啊，婚姻大事咱们已经走错了一步了，不能再错第二步了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绝对不能再错第二步。这样吧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我跟你俩商量，这个你先把我儿子呢登记上、注册上，然后呢给我们推一点资料啊，我也筛选一下，看你们推过来的姑娘好不好。阿姨，您这光登记注册，您不入会员，这有好的资源我也没法推荐给您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如果说我看不到，我入个会员，这个套餐7我看上了，我给我女儿入这个。阿姨您先喝。阿姨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呢把档案放在这儿啊，我们不着急，你们也别用那种话术来忽悠我，只要照你们说的严格筛选、认真把关就好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那您看您是今天还是今天？现在刷卡。好嘞，那我们这儿有 VIP 室，我带您去。好的，来，快走。哎，阿姨不好意思啊，这边请。老张，那我就去了。哎，不，你们都是来一个人给我登记上啊，我这还得回去做饭呢。